林萧，你竟然为了颜回羞辱我，你偏心！你为什么总是偏心颜回？为什么？颜回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死了还要碍事？打！这是辱我之人，都得死！你的黑气，凌霄真人，你竟敢对素娥动此杀招！他已坠入邪道，可他如今识海一回，我带他回广寒门去，自行看管。你若徇私庇护坠入邪道之人，便是违背了宗师的誓言和名声。论徇私，怎么敢跟凌霄真人比？素娥，跟阿姐回去。师父，就这样任由他们离开吗？从今往后，陈兴山与广寒门再无仙盟。